天气热不想吃饭，来一碗这个凉拌面皮，真的非常好吃又爽口。这个面皮一箱有16包，平时只要用开水泡5分钟就可以了，再淋上配好的料汁，我自己煮了一些配菜，这样吃起来更加爽口。搅拌均匀后，每根面皮都裹满了酱汁，每口下去都非常好吃。